已经十一点半，现在还是我们唐人鬼节，这班友怎么能回家？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，我们来看葡萄的，第一排凳就没错，今天全部错了，错到闷了，马华工会那里第一排、第二排、第三排、第四排全部没人错，马华工会真是做鬼都不灵，明不明啊？马华工会做鬼都不灵啊，几十年啊，马华工会在马来西亚，我特意改他的名字叫马华工工会，多个工啊，你知道什么叫工工吗？那些没了男朋友的人啊，那些小鬼子啊，扎他班有几十年支持毛统，现在还叫支持毛统和支持回教党，学埋我们行动党讲的什么监督而之恨，他班有509一输，输到扑街，输到条毛都没的时候，即刻删服务中心，是不是？哇，拆招牌啊，那些唐人最就忌拆招牌的，是吧？屌，那班傻人自己拆自己招牌，不是我屈鸠他的，是不是？大家看到报纸嘛，说工会自己拆招牌，是不是？拆招牌，他说唐人都不爱我们，我们代表不到唐人，哦，不好意思，王庆之因为车祸走了，他们即刻要装招牌，这班友真是做鬼都不灵啊！听日投票啊，你不要下爬轻轻讲话投过地，听日你投马华工会班扑街啊！王庆之在那个学校度巡嚟巡去啊！听日仲是七月啊，屌，唔好搞笑佢啊！你可以对我唔住，唔好对王庆之唔住啊！如果你班友真系投马华工会，吓屌，佢做鬼都唔靓啊！你仲投佢？你做鬼都不如啊，扑街！嗱，好简单。现在马华啲 Facebook 嗰度啊，嗰啲枪手啊，嗰啲走狗啊，讲乜捻？佢话嗰啲后悔换政府，我哋就讲嗰啲好才换政府，系咪啊？好才换政府，佢班狗就讲后悔换政府，梗系啦，换咗政府，佢班友冇咗游水噶嘛，啱唔啱啊？你睇，威加省输剩一个啫，嗱，好多报纸唔系好公平噶吓，你睇以前嗰个拳头党社会主义党。在霹雳州和风有一个国会议员都是一直仔阿姑妈，你看过来的星洲日报、南洋商报、中国报有没有被仔阿姑妈访问啊？你几时有听过仔阿姑妈的样子啊？那个威加省人一直哇日日在到尾，日日登报纸登那么大，你说他中文报是不是有偏啊？啱唔啱啊？如果威加省我那么多版位，我邱光耀那么劲，一张相都没有，记者全部走了啊，即是七月份咁揾驚鬼班友，所以我講話好公平嘅，监督而之恨重要冇？重要。英文叫做 check and balance。馬華工會嘅海報寫咩啊？射馬難掩崩，有冇錯啊？冇錯。我哋做開政府，我18岁做反對黨，我講到48岁啊，終於做政府啊！我美國講30年啊！啊！威加省 Day One 开始金锁匙就入马华工会，做到509终于扑街啊！我哋呢家做开政府，我哋啊代表人民去执国阵，执国阵啲苏州市，去62年喺间屋叫个马来西亚大厦，喺嗰度屙屎穿葵桶底，嗰只509成间屋执咗，不足嘅冚家铲出咗去。哇！林冠英讲以前佢哋贪污，听讲啊，冇理由贪到咁紧要啊嘛。个柜桶唔系穿咗，成个柜桶唔见紧咗啊，系嘛？拿住屙一督，老师妈就屙第二督，成间屋企屙紧晒屎，雪柜又坏咗嘅，厕所又流水嘅，啱唔啱啊？出边啊生晒草，仲有啲禽蛇。嗰日依家入到去，哇！唔系啊嘛～真係唔係喎，成間屋係咁樣樣啊！